此菜的主辅料有桂鱼、鸡蛋、面粉，调料有白糖、盐、味精、姜汁、料酒、熟猪油、高汤。它的制作方法是将桂鱼去鳞鳃内脏以后洗净，用开水烧烫一下，用布擦干水分，在鱼身两面每隔6分宽搭坡刀，姜汁、盐、味精、酱油，挂味儿。勺内放少许油，将腌好的鱼翻面粉，再挂鸡蛋液，放入锅中煎至两面呈金黄色，用青蒜、盐、料酒、高汤兑成碗汁儿，桂鱼煎熟，滗出鱼油，放入碗汁儿。使之挂满鱼身。
其拖入鱼盘。此菜的特点是色泽金黄，肉质鲜嫩，别有风味。